活珠子到手20个，今天有活动，比平时便宜1块钱。这个热一下好吃，汤特别的鲜，底座强烈推荐5香口味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底座可以吃也可以不吃。嗯，这个汤真的是绝了。嗯，13天的活珠子是最嫩的，它还没有成型。太鲜美了。啊。